恭喜得奖的小朋友，我们很感谢校友会成立以后啊，积极不断的鼓励我们大秀国小的小朋友，尤其啊，毕业今天毕业典礼，我们校友会也特别设置理事长奖，因为我们理事长啊，张清堂议长啊，另有要功啊，特别派我们家长会校友会总干事林超良啊，我们掌声欢迎林超良总干事啊颁奖。Yeah.